尊敬的习近平主席，尊敬的胡热勒苏赫总统，合作中期路线图而作为该基础性文件的延续。2016年，面对世界之变、时代之变、历史之变，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努力，体现大国担当，发挥引领作用，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。